过去一年，中国经济顶住外部压力，持续回升向好，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。相关国际机构预测，2023年中国全年经济增长5.2%左右，增速在全球主要经济体当中保持领先，仍是全球增长的最大引擎。经济增长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。新的一年，中国将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，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，推动高质量发展，继续发挥创新动力强、市场广阔、基础设施完善、产业链完整以及人力资源丰富且质量高等优势，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，继续放宽市场准入，持续建设市场化、法治化、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，与世界共享中国式现代化带来的新机遇。中国将继续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，为充满不确定性的全球经济带来确定性和正能量。